二日，某网站用户公开了 BigBang 成员权志龙入伍当天与成员大伟一起的合影。据悉，基地于上月27日通过排骨部队先入伍，成员大伟为其送行，两人热烈的拥抱，并嘱托彼此注意健康，还在车上一起同框比肩刀手，暖暖的友情吸引视线。去年二月初，大一岁的 TOP 率先入伍时，基地当时不止陪 TOP 去理发，还不舍得抱着 TOP 的手臂，做出低头哭泣的样子，并且分享这张照片，与网络上写道“我们哥”配上大哭的符号。现如今换基地入伍，他们也前来相送。BigBang 出道至今满12年，从小到大好交情的两人亲如兄弟，相拥道别的场面也是相当感人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